所以让面比较亮、啊，进来的时候让大，让到你的极限去，让到极限快要倒了，还没倒，让到极限去，然后再摆回来，从这边摆回来，升起来，头过来又下来了，所以你的膝盖要动，膝盖有起落跟转圈，好了吗？膝盖不是硬的，膝盖有起落，你看它是一个圈子。它是一个圈子在走，看不到，所以你这个阶段要练出来，然后你身上的小肌肉平衡，小肌肉在想办法平衡，它才会训练到啊、哦、所以尽量让自己不平衡，尽量到不平衡摆回来啊、哦、好。